医生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让我妈活着，什么代价都行。你为什么要让我姥姥关掉呼吸机啊？是啊，我妈糊涂，你也糊涂啊。我们当初怎么说的？你不也答应了吗？激动是吧？就是啊。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肯定是有误会啊。什么误会啊？问问你们主任，当初收红包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就是怎么说的？红包是我收的。你看，听到了吧？为什么收了红包还不救人呢？就是，你为什么不救我妈？别吵了，管子是我拔的，要闹冲我来。红包林主任没要，一直在我这儿。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女儿，她辛苦了一辈子，不能让她临走了还不得安宁。你这说什么胡话啊！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科学在不断进步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说不定就有新的办法，我妈就能好了呀。小敏呐，这几天你妈一直在哭，你听不见吗？这么多天我都听着呢。我闺女她在喊疼啊，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了，为什么不能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呢？